新手村的嗯。Welcome back！ 这些年都在对岸拍戏的唐禹哲，今年返台回归，暌违已久的偶像华剧《我的青春没在怕》。六年都没有在台湾拍戏，其实有一点点陌生，所以也会有一点紧张。在台湾拍戏紧张，唐禹哲休假就要好好把握时间舒舒压，陪陪女友苏小萱。虽然去年七月我们拍到相差13岁的两人热恋看电影的身影，尽管新闻出来的当下两人否认，但嘴上说没有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5月31日这天，我们又在东区直击，两人甜蜜约会，逛逛服饰店。唐禹哲帽子口罩不离身，欧包下班却忘了卸，不敢坐，不又盼就怕有人跟拍。但一旁的苏小萱却是浑身粉红，恋爱泡泡大方不遮掩。她伸出小手手，一度试图想要牵男友的手，却被唐禹哲闪开。不死心的苏小萱只能悄悄用手指拉着唐禹哲的衣角。虽然女方看起来爱得有一点点委屈，但丝毫不影响两人甜蜜约会的气氛。禹哲啊，下次约会还是不要那么矜啦，都35岁了，谈个恋爱而已，粉丝会祝福的啦。以前比较难相处，就是觉得应该要多交一些朋友，然后多跟身边的人有互动。